是一好情已经断了，那就此类地错乱的情形是何必再想起，总是忍耐等春天开花时期，免来心伤悲，不通来失志，好情已经断了，那就此类地错乱的情形是何必再想起，总是忍耐等春天开花时期。山分离，思念无了时，春梦是永远难移，何必留恋伊，总是忍耐等春天开花时期。总是忍耐等春天开花。